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正教易经大学二三四期五期他的师资培训班都有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据当下己亥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啊，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三族九黎蚩尤地主后裔，北夷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皇总统朱建灵，即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及地球816次大小战争，王室君民怨灵众等。当下阿弥陀佛诞，维新圣教各姓氏堂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诸灵，往生未满一年诸灵，无缘住世英灵，即各府工厂公司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无数男女孤魂诸灵，地球195个国家受杀害王室烟火燃动五阴杂裂诸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参解共修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天威，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前年、去年和今年一直在攻占王禅老祖天威，在时节也禅讲不完，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包含宇宙虚空
地球最近的九大行星啊，无量无尽数的虚空世界啊，银河星系，所有的世界都在王禅老祖天威所涵盖，只是我们凡人不了解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有幸跟着王禅老祖在他今年座前我们修行，走一生健健康康心安的人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认知。俗话说人在福中不知福，这就句话就是在攻占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是福星，福禄寿三星的福星，福这是福星高照王禅老祖，所以我在我们中国道家庙顶上所站的三尊福禄寿星中间的一位，那一尊就是福星。庙堂之上三尊福禄寿星，福星就是我们的平安，寿星是我们的健康，而禄星是我们的民生啊主宰者。所以王禅老祖啊，涵盖着他的功德天威。啊，所以我们的好多十方善信大德啊，有缘了来到长吉山仙佛寺啊，拜王禅老祖，回去之后发觉心里很平安，而且福星在我们的易经啊来啊，易经就是易经所要子孙爻啊，所以子孙爻就是福星，也就是天理啊，这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就开示了啊，王禅老祖是消灾化劫的大神
所以消灾化劫就解冤释结，解什么冤？人与病魔的冤。人会生病，就是累积了无始的冤。有冤，就是恶因，就会有恶果。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行之后，谆谆教诲我们那么多那么多的法宝。所以今天我们共修，我要特别为各位同修们来勉励提醒各位，我们一定要内修，心性，心性就佛性，这阿弥陀，好，我们的本性就是慈悲与爱。这是内修，现在肯定每个人自己啊有活性，那么怎么知道可以找到活性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灵性本来就有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烦恼障碍到我们的活性。所以在阿弥陀佛还没成就前啊，他在四自在王如来啊佛前呢发下大愿，一定要啊是普度群灵，普度众生，所以就开始要找自己的活性在哪里。好，那华藏比丘就以六度万行、六波罗蜜啊，来向四自在王如来禀告啊，他要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六度万行，那这种反省和忏悔。所以昨天我们谈到讲到内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圆满之后才有资格再发更大的愿。所以六度万行就是我们内在活性开发，活性找自己佛性啊，才能够找到，要用六度万行啊。那所以六度万行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的 XYZ 啊，一二三四五六圆满体啊，一就是修忍辱啊，第二这是修持戒，
第三，修布施；第四，修精进；第五，修智慧；第六，修禅定，才能禅定。六方弥合，六圆满了，啊，才能圆满自己的灵性，这佛性，也叫做灵性。在六度万乘，啊，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要修准入，不要随便啊被周围环境乱了你的心。被乱的是很可怜，因为智慧不够，常常被戏弄。修此戒，就是要戒除贪嗔痴。三毒，而这样的布施才是法施、无畏施啊。精进，我们就不要啊，我做了一件就好了，其他就算了。我们人生一直在转，地球一直没有停过。所以有一次，佛陀释迦牟尼住宿的时候，啊，有一位大修行者去问佛陀说：“佛陀啊，啊，我想要休息的，一直要退休了。啊，释迦牟尼大智慧。”问他说：“地球有没有停？若是地球停了，太阳停了，你再退休好了。”这恍然大悟，就法轮常转。人来世间上，不是要来找休息的。那么济公啊，有信徒。啊，找济公，拜济公，拜佛。啊，这济公，师尊啊，啊，我要回去睡觉了，那么晚了。哦，睡觉以后有机会啦。事情先做好再讲，以后有机会可以睡得很饱。说你不做，等到有一天死翘翘了。你就睡得很饱，所以我们师训班、师资培训班的法师、讲师，这个观念你们要弄清楚，用在你们自己生活上，啊，用在社会上，你身边的人、亲朋好友，鼓励他们要精进啊，多学。他哎呀，我都忝的啊，我是要休困啊了。没有困以后要有机会的啦，好困得较饱嘞。所以我们有好多信徒也一样会来跟我说：“哎呀，师父，我要休息啊啦，我很累啦，我要赶快退休了啦。”你看我什么时候退休？我说你做个细价的退休啦。哦，所以我地球有没有停，太阳有没有停，没有停你就一直做，那就对了，那是机会。
所以我们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贤士同修，你们都是王禅老祖宗的化身，鼓励大家做，大家精进，大家多念经，多念佛。这个是我精进，太多太多的精进的了。接下来，这个要智慧，精进要智慧，人最怕没有智慧。我们知一切法，才不会被世间的烦恼把我们束缚了。所以，你所遇到的烦恼，怎么来解决？那就是用意普意，你就知道阴阳变化，了了分明。所以用意利人和利天呢，尤其是普利自己内心。自己学好了，你一定要再发露出来，转施给你身边的人。尤其当你接到圣华，你要向你的祖宗、祖先、祖灵说：“我今天悟了某某法。”悟了某某真理，愿以此回向给祖先。这叫祖斗流芳之后，我们也留下后代的子女，灵性也是光强。所以，我们的宗教修行者和一般凡人的修行。还有差一截，我们是宗教是名扬两界同关照，一起同修，你所做的事情，你向你的祖灵、祖先禀报，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向你家中的佛告诉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静静地告诉你家里的神明，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有福来同享这也是智慧，也是精进，到最后才能禅定。外面的杂杂碎碎的考验，你。考验过了，你才能够进入你这内在的心灵，那就是大彻大悟了。悟了说：“哎呀，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坚持的六度万行，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顺利，我们的家里一定会平安，我们的身体也会健康，我们的心灵会更健康。那接着我们才有能力再来走未来更长远、更健康的人生大道这是阿弥陀佛。他还没成佛以前，他的修行六度万行所以我以这个六度万行勉励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所有神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同证菩提，祝福各位。
百万黎明，演过星空妙地形。各位维新贤士，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二三四五期的师资培训班所有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谈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啊，王禅老祖时时开示我，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内观内修，叫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才能圆满。啊，有一次那时候我在民国啊七十一年病得最严重还没好啊，那么老祖现出一个太极，啊，说这个医药，观世音菩萨也送了一支给我叫医药，老祖就开始要将心比心。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这个太极图啊，将心比心非常重要。你站在这里，自我是你啊，我和你之间，你的想法是光明面的，我想的是阴暗面，将心比心。所以人与人在一起的思想都不会一样，因为有的是累劫带了，无量劫来都是在黑暗面里面转生轮回，而有的出生来他都在光明面。光明面不是富有的家的光明面，而是在他的思维正向光明面。所以观世音菩萨开示了这个画这个图一出来，我悟了，谢谢，感恩感恩佛。所以印心将心比心，那我们时时站在你和我之间，你的所想所需和我的所想所需有没有一样，那就是印心觉明。印心，印心就是太极中间的一黑一黑一白啊，阴阳对待，也是我们易卦里面的阳爻阴爻，阴爻阳阳爻阳爻和阳爻阴爻，这个对待，这是二五构经啊，二五构经的意义。所以我这个太极图领悟到了啊，学习知心知你的念，你所需要的什么的我能给你吗？这观世音菩萨又开示了，
啊，你要将众生的烦恼拿过来，取切众生的烦恼。啊，智慧众生幸福，这个叫做慈悲。啊，众生的烦恼，你怎么叫他的烦恼取出来？就是要智慧。啊，你怎么将幸福送给众生？指点一条明路，叫做慈悲。所以我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王禅老祖，要做教育的体制来传授修行的法门，用易经，而即是取切众生烦恼，智慧众生幸福给他，上圣心法。所以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悟了，谢谢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所以接着下来，我就一直以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为一炉，啊，传给我们的弟子。啊，你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帮助众生，你就是菩萨的化身，你即是神火的化身呢。阿弥陀佛，在不？在，你在为自己鼓掌啊！啊，所以老祖师尊传给我们很多的妙法。因为都很浅，你们不会感觉说，哎呦，那叫神秘，叫珍贵。啊，我也不会感到讲遐，我十三天地外，和生活无关的，那都不是修行。啊，不要在那边说，哇，我什么神，什么这。为了我怎么在化解他啊？怎么样做？那是空虚妄想，那是神经病。啊，人与人之间灵魂界你就摆不平了，还要摆什么神架子啊？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尤其我们很多灵修的同修，都是想希望去参加灵修。和邻居跳档，呼呼呼，口出啊，有没有真理？我们不予置评。行来占卜说，行体无法卜，到时候要怎么办？要骗你娘啦，骗你因果就来了，因果换因果了，换恶因恶业。定会发生，然后得到恶果。所以，我们维新弟子老祖传给我们《易经》，任何一件事情有疑惑，你要一定要用《易经》拿来用意，才能利人，才能利天。你不用意。
凭着你在那边空思梦想，呼呼呼，哦，比丘为多。哎呀，哎，注意，那会走火入魔。啊，我还没行道以前，对一位老朋友，啊，他的爸爸是基隆，啊，那我问讲，哎，某某人啊，您爸爸做基隆，新来，啊，有真正信无？我因爸爸阿公。33年，这一届来真真的来，来拢唔知影，但是拢拢戆呀。33年才来一届，来一届是真神啊，假神还是问号？所以这个让我还没行修行行道以前，就有一个芥蒂呀。又有如啊，我自己的岳父啊，年位也在这里。年轻时啊，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前的民意代表身份地位受人尊重啊啦。啊，有一间庙，啊，基隆，啊，啊，为了要做戏，啊，跳街档，拢是叫某某人，啊，去找人来出钱，那无吼，要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阮丈人一知了，也不肯不想，拿一支棍啊，夹在后壁，啊，看一只条棍啊，夹起来，拼咧弄，看这几鬼几鬼怪，阿摆来都拢袂跳动啊。哦，所以这就是所社会上。这种的坏现象，这都不是修行，这是做恶业。所以老祖道教慈航，不是鼓励各位去学坐灵机的修灵机，啊，真理已经都实现在世间了。你才学要修灵机，飞天上地。啊，我们刚搬来的县博士，大雄宝殿盖好了，迄阵有只修灵机，啊，因就来，吼、哦，我当时大跳，呼呼叫必须为多，香呢，吼、哦，点一百块买张香。有的是360张也来休息，哦，我要创啥？我等到这样看，我咧第一，我讲你若正神，你香辛苦弄，家己热来用香，啊，怎呢变来弄香去？哦，身体啊，我身体啊。啊，要来来讲，好伊修什么法嘞？会当飞天唱地，来到咱大雄宝殿，我笑笑啊！你甲跳出，现在甲飞出去门外口，那是我就甲你拜。是我看的，你若不相信啊，
我本来要相信你的妖言惑众，假神假鬼假怪，骗吃骗喝。哦，所以不要来这一套，误了众生，害着众生，害着恁的子子孙孙，佮害着恁的祖公啊呢。所以咱台南道场成立的时，嘛真侪修灵机的大条，延信法师，我就电话甲讲，我师啊嘿。来修足大八大条，吼、哦，在迄个啥什么神山起架，莫插伊啊，好跳跳到神的，拍个伊就走啊啦，跳到神就好啊。你若要甲插伊，愈加是规家规家怪，迄毋是正道呢。我、啊、所以出去以后，渐渐少去，啊，伊基隆道场。啊，嘛有咱的延堂法师，当着一挂遐起来跳，跳讲哦，喂喂，伊是什么神，什么神干？啊，你卡在魔术，这怎么办？爱接干哦，要接什么干？接鬼哦，假鬼假怪，错过去了啦。啊，卖插伊就好了嘛。啊，即马都无人会去跳啊。所以这修灵机的拢是真真正正的修内心，是妄念妄想。所以咱的维新正教的神士同修，咱是修正法啊，咱修行。自我有万能，入心入心，啊，各种无共款的灵，动物的灵、猪仔灵、狗仔灵、蛇灵，啊，有人见怪，呜，迄拢是动物啦。狗啊、猪啊、牛、马、羊，呼噜，迄是动物灵，入咱的妄念。啊，阿舅讲哦，伊就什么佛啦、啊，什么神啦、啊，啊，因为我是要得的时，还住宿的时。啊！一个高雄有一位查某人，啊！伊甲因法师讲，伊要去甲因法师学道。啊！了伊讲，伊就是释迦佛，啊！叫因法师爱叫伊师父。哎呦，神经病！啊，走来真有事。哦，我伫正是伫人咧问问题、办事，啊，伊就在遐见鬼见怪，呾比手下刀，一些山火烫了了，遐济人个面头前，连查某人山火烫，拢光溜溜，我讲话，你从啥？哦，这样精神起来，哎呦，见笑死，这是动物。低啊零啊，低啊，低零穿衫，足艰苦的。低啊，捌穿衫无？哈，受伤猪有尔啦。哈，哦，迄就是在遐，怪人讲，哎，什么神啊？就是动物灵，很多很多。啊，这样真侪讲庙，哦，我说伊是什么神机？灵机啊，迄个在修行，每大天呼呼叫，在咧跳，是咧跳啥呢？
迄是入我，迄妄念所生，入我，我入佛心、如来心、甲身心。哦，咱唯心圣教的，我进入王禅老祖的圣心，进入阿弥陀的佛心，啊，进入菩萨心，所以我入，才袂走火入魔，入我，就会入，会入。入魔，啊，走火入魔，啊，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咱的法师讲师，咱的唯心贤士，啊，你会遇到很多问题，咱怎么办？伊来自称个什么神呢？我这。你若莫甲伊热化面，你讲啊，摕只佛经，你念我听咧，好无？啊，伊讲哦，我观音菩萨，你普文品贴出来，啊，普文品你讲给我听好不好？十个拢啊退价，退档啊，加薪加贵。奇怪，所以咱的师资培训呢，这基本理念咱都爱捌。啊，伊那个什么神呢？你爱甲问讲，请问你什么调地？你的师父是啥人？你的法是啥？祖师是啥人？啊，安尼正道的，啥人正道的？你这个行呢，那么变的浪，所以同学啊，啊，咱爱依法，恁有书，啊，有道，所以咱的祖师就是八卦祖师，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嘛是王禅老祖，啊，所以咱爱学道修道，爱有一个智慧，爱有学术理论。你没有学术的基础，啊，没有智慧，啊，你也害死人，啊，害死专家，害死你亲戚朋友，害死身躯边啊。啊，甲你的好朋友，咱是做业嘛嘛，何苦来哉呢？啊，所以啊，咱今天以这个所悟的来回向，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增极乐国，阿弥陀佛。